其实我觉得化妆之前一定要打好底，然后再涂粉，对吧？你也很懂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之前因为不知道嘛，之尤前其是因为，当了兰芝的代言人之后啊，然后保湿特别是我觉得特别重要，还有就是，哎，厉害吧？还有就是卸完妆之后呢，也可以用像我们兰芝的这个water 那个 Water Science 的 water 这 bank 个 water size 对都能用，所以我觉得保湿保湿最重要啊！我发现周周现在。